所以，这嘛是在讲咱提示讲，只要咱每一个人有心来修。
的话，咱嘛是会当想想，就是发生两款，吼，伊是各行各业，然后一样的，就是拢无两款，吼。所以这行是远，既要让我这个管理跟最好是一定的优秀兴趣，吼。那么管的第一点呢，就是讲我管。心当着什么款的决定？这个愿就是也是愿的意思。那我有愿意心当着咱爸哦，舞台就是大戏内底的任何一个角色的扮演，咱敢愿意？我推荐咱敢愿意？咱敢愿意来做戏？愿意。咱敢愿意来做啦？愿意。咱敢愿意来来来？来来二，来白衣啊！我愿意，那个我愿意，只要我愿意，就用来收我一切代志，都是我愿意，那个当然是啦。哎，那个名字都无关系咯，就是安尼个浅浅。那我讲卡吧，我个每当来做事，我卡嘛，我个拢啥物拢袂晓做啊。不是这个利益哦，那是只要咱管理，咱收我一切代志，咱都下当，必然是当的。各位姐姐，愿不愿意？愿意。啊，搁有第二，咱有立天的观念。你现在每一个人拢是感官，感官力来，感官力，感官力来，咱拢是感官力来。所以咱有德林中有灵魂有这个管理者，他然后嘞感官心，所以咱下伫德林中，必须当着任何一件行。来自咱一天所领海观力，咱若无伫一天伫这个观福，哎，我们今日要来培养，就是我们来培养什么款的观慧，咱无迄个机会当做着呢，多新鲜。所以每一项代志，大大细项的代志，是讲，哎，无迄个因缘，咱就会当去做的呢，多新鲜，敢是安尼？拢是有迄个因缘，咱才会当去，咱才会去做的咯，就是当着咱做当中，所有一切大大细项。啊，这大大细项的代志，咱讲重要甘无重要，是在于咱的心态，吼，在咱的心态，吼，所以只要咱是真心，咱愿意做的，咱功德拢非常大。啊，咱若是无愿意做，对面叫在做，安尼当然的功德个可想而知啊。所以只要咱愿意去承担的，咱就有中所有一切的这个功德，咱拢是安那，是在了咱的愿。最后嘛是会当呐，圆满，功德拢功德圆满，功德圆满。所以其实观世音菩萨啦，伊讲伊要度一个苦海众生，愿力有大无？有大哦。苦海众生够济，当度会了，伊是正人哦。可是像地藏菩萨，伊讲地藏若无空嘞，伊嘛是不成佛。啊，地藏够空，地藏嘛是无空，但是伊够成就地藏菩萨嘛是有。所以这个愿力不是是看的啦。志向目标，但是即款的志向目标，咱无一定，就是讲有好的志向目标，就是无一定讲一定真正会当达成。但是咱是提心吊胆，调控着咱迄个目标伫咧前进的，安尼嘛是讲，嘛是最后嘛是会当啊，功德圆满，功德圆满。再来第三就是行，信愿行，行咧就是指着精进，精进，精进。那么咱这个老师是从哪里面的？叫咱安那学修干办，一直在咱面的咱来安尼。最后呢，拢是安那学的、修的、干的、办的、行的。最后呢，其实这拢无离开着咱的咱所谓的行动力啦。好，咱学的学无行动力学无得啊，啊修的学无行动力嘛学无啊，嘛修无啊，啊干的学无行动力嘛是干无啊。板凳若无行动力嘛是板无啦，啊行凳若无行动力嘛是安那行袂出去啊。所以各位同学，迄个行够重要。咱拢知影讲爱学说讲拜行，但是咱若无共伊行出去无的话呢，力行出去的话呢，安尼够有效果，是无效果的啦。那个课面上就是咱空调迄个形状，迄个建筑艺术吼，就是咱讲的唐三藏。
就讲一句话，伊讲咧，你用西方的方式，不用当初的方式。好，那么咱知影唐三藏，伊去西方取经，伊去西方取经，伊取经的下年，下迄年年然后是十八当的这取经的生涯。所以咱讲咧，咱一个人讲。伊上行诶，行了十八冬，甲完成着伊出境诶诶即件，即尔啊，能够即尔啊干啊，诶，即个任务，但是嘛是伫即个出境诶过程当中诶，展现着伊诶决心、毅力甲行动力，伊是为着要完成着佛法诶即精髓啊，所以伊着决心，伊咧行万里路，然后去到咱个西方。西方要出，外出了外系的火兵。好，咱讲先生，这大意在哪里？变变变变。啊。变变。啊。变变哦。这个意思对个。变变哦，大意变变哦。西方变的哦。变足吗？西方变变对。变对，嗯。变对哦。这个意思对。所以讲咧，伊就安尼行了，去西方的天，又取得万殊的福气。那么伊的心观啊，就是讲希望咱的修行阿弥陀佛，会当得到真正福气的这个精髓。好，所以讲伊才讲，你从西方去佛寺，不用单靠一佛一佛寺啊，好，好别离地方，然后去行动力里面意义的这个坚定。所以各位姐姐，这嘛是讲咧修行的这个学习。哦，所以只要有心，啊有甲行出去，最后才会当达成任务。会当的啊，就会当达成任务啊。吼，这所以这就是行的这个，能够去动力的这个重要性，重要性。那么再来咧，咱来讲进，信愿行正，最后就是来到进。吼，这是一个会，啊进就是圆满进的，吼，就是。到达了圆满净土的这个境界，就是咱所讲的心的净土。所以从咱有乐是伫信愿行的这三个过程，最后达到心的净土，这嘛是一个人讲最后圆满的这个结果。啊，咱所做的一切其实嘛是最后嘛是要达到心不贪净土的这个圆满的这个结果而已啦。而且像咱的何老师呢，一心。陈先生是一手大仙嘛，吼，啊，像咱诶，孝德人生活练点完是一个新主要以育德大仙，吼，啊，咱合成的周点完是一个新主要，新主要那个秘书仙，我这主要还无，那我要回复我说。这是会获得咱本来。
女，咱女权养祖师所感动的哈，奉君为神，讲无钱啊，啊，这时阵人有嘛，也讲无啦哈，好教育好，金票用万千，到咱拄着灾的时阵呢，啊无嘛有啊啦，哈，啊哪要你老公讲善事，有闲嘛讲无闲啊，但是如果咱就咱两个人听到你。那么，但是不是无常一个道呢？命归天呐。我咱拄着无常的时阵呢，命归天的时，这个时阵安那，你搁卡无闲嘛？爱安那？爱去啊？无迄个，互你讲，哎，我即摆无闲，我袂当去。所以各位先生，这也就是咱人世间一个人讲现实的一个状况啊。所以重点也不是你甲咱讲的，有伸手要人讲的这段，其实嘛是在两边的，讲咱爱修。把握当下，及时修办到，好，及时修办到，因为那么久了我都没有修，像现在嘛，看到真多，包括短信嘛是难看啊，真多不修，好，为人讲因材找事啊，都年轻啊，有哪人讲倒嘞，啊个，一下倒嘞，啊个，个无去啊，生了个无去啊，好，所以讲嘞，不修是件，咱无同意伊个代志，但是咱要学习好多，这样的事情，咱来。就是来把握当下，把握当下，因为呢，咱初心若无用着，因诶初心若无用着，因心可那个，你看我们这边大家所以想这边无无这个心呢，因为可能咱肉体无力了，咱良心要拄着，拄着刀当下，其实迄就是咱无落去治疗的，吼，所以这样先做起来，咱免得变来把握当下。那么咱一个修个过来。修道上课，修道观，修道上课，这是观观同气动的部分吼，观气动，咱会当做修。这是咱咧讲的素考，素考的这个观活动建立。你要怎么当做？你看咱家里吼，这美食吼，或者受不了美食，就往出面爱有名。红菜色。我知道。一起乐同乐，啊！一起同修共伴。你阿在大人，你阿在丢滑梯。你看你丢有没有滑梯啊？因为你一个画
你不听啊，好，你比较好的关心。不去接了，不去了。电脑的控制，电脑的哦，而且加轻。Gracias.